就我有朋友也咨询嘛，他就怕不靠谱嘛，然后就问我很多，然后我是不是供应量太少，性价比高。今天没让我体验到那个美容，不然我美容还是会自己加两千。是，我是听朋友介绍的。我们是听他介绍的，然后他说这里好，我就跟着来。对，很多朋友在这里打，然后听说这里是公立的，然后我们也就比较信任一些。然后觉得服务挺好的，环境很好，对，就业环境挺好的。对，护肤。听说护肤没有约到，太可惜了。我们下次来试一下。环境非常好，然后因为它是一家公立性的医院，然后所以整个流程还有程序都很正规，然后也挺让人放心的。然后地理位置也很方便，离禹庄山站很近，然后离金浦机场也很近，过来的话很方便。还有就是环境也很好，就很舒服。其他的。